我说了，我只需要略微出手，就已知这个分段的极限了。你懂吗？我还是这句话。那年我双手插兜，不知道什么叫做对手。你懂吗？我还是这句话。那年我双手插兜，不知道什么叫做对手。记得吗？我还是这句话。那年我双手插兜，不知道什么叫做对手。